回到宇宙生命本质存在，回到宇宙生命本质存在，是释放，平衡业力，改变与创造万事万物最重要的疗愈奥秘。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的想法、感觉、情绪、感受里，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电磁性能量振动。这些带有情感强度的电磁性振动，正是我们外在所有的环境、事件、实相的能量来源。我们在这些外在所有的实相、事件中，形成我们所声称的业力，而这些业力也促使着我们面对自己所设定、选择的每一个生命课题。当我们内在的情感能量失衡时，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在人事物、环境的影响与牵引，使自己时不时陷入高低起伏、患得患失，好像永远都无法摆脱与解脱的困境里。这种高低起伏、循环不已的失衡能量，使我们一再的重蹈覆辙，苦苦循环着我们的业力与生命课题。这些从我们内在的能量烙印所引发、牵绊的各种外在的问题、状况、事件与实相，使我们处在时好时坏，不断寻找更多有利的办法，希望自己可以真的解决问题与困难。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自己一直寻寻觅觅，想方设法，好像还是找不到人生的出口。我们越是想要找到一个有利的点、有利的方向、方式，我们就越强烈地处在渴求、排斥的二级摆荡里。当我们越渴望有某部分能量已经在没有里，当我们越渴望好某部分能量已经在不好、否定里，当我们越排斥、不接受某部分能量已经在否定、不好、没有理，我们如此的循环摆荡不已，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，总是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这种疲惫的追寻。在深度内观里，关照、觉察自己的生命能量运作，使自己的情感生命能量自然存在，在纯粹、永恒、无限宇宙生命本质存在中，我们不会在过度的渴求、匮乏、恐惧里，强烈的逼迫、压迫着自己，凡事要做好、要做到、要做有。我们也不会在自己过度的恐惧、焦虑、害怕流失里，一直焦躁、紧张地担心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，哪里还没去做，哪里还没做到好，哪里还没做到有。当我们存在宇宙生命本质时，我们的情感生命能量没有一定要向左或向右，没有应该或需要，没有界限或限制，没有要做或不要做。我们了解生命最终的真理、价值与意义，存在宇宙更高的神圣意志中。无论我们是多是少，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
无论我们有或没有，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，无论我们内在的情感如何波动，我们始终安住、专注、放松的存在。宇宙生命本质里，我们的意识、情感与生命能量，自自然然吸引、连结、创造、丰盛、滋养与爱。这份自由意识与创造的生命能量，源自于宇宙生命本质的存在，而深度内观正是在引领着我们的每一份情感、意识、精神与生命能量，真实不虚的存在，宇宙永恒、无限的本质存在之中。